老呼吸的声音。今天开心吗？我天啊，这小孩到哪去了？他玩了呀，怎么了？不是说入伏了吗？贴三伏贴吗？现在医生我打过电话了，他说今晚值夜班，要到10点钟以后才来呢。给他洗个澡，带这不干好吗？那赶紧快点。我们去洗澡啊。好。你们贴不贴？贴。那你给你洗澡好不好？啊。走吧，儿子也走吧。好。儿子米子不米住。出发去医院。小心里面踩到泥。你看，听完之后就别动了啊，知道吗？现在是小医生呢，听到什么了？他老呼吸的声音。蹦蹦。机器人套命的吗？小天，这次贴的不用再贴了吧？还要贴呢，这才入伏呢，总共要贴3次。这是不是还有一次啊？不是，还有2次。啊、之前贴了一次是给你预备一下，把你身体阳性给激发出来，这才真正贴呢。然后你要贴二伏贴一次，四伏贴一次，啊，三伏都要贴。25号我不要跟表哥看电影吗？看电影不耽误啊，到时候你看完之后再贴嘛。我毕业每天早上起来打喷嚏，我都不忍心，鼻涕直畅，然后头晕。贴。对呀，贴啊，给你大一点，妈妈给你贴啊。好，走吧。